像上下游市集，他常做一些报道，他当然不是直接报道啊产品好不好，他是报道一些食品安全的现象，这些问题揭发一些问题，然后就让你对于这个卖的产品，他自己网站卖帮农民卖产品，就有信任度，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卖他的产品，这种是比较更高级一点的做法，就是我不要直接推销我的这个产品多好，但是我去做很多跟这种领域的相关报道之后，觉得这个网站推荐或愿意帮忙卖的产品基本上也都是那么好，你会移情作用，你看这网站那么揭发一些不好的，帮主持正义，这网站一定是可信的、啊、所以这种的连结信任度非常重要，那我们共记者比如说你单独只报了这个，假设你没有报了别的，人家也会有点怀疑，你知道什么？假设你今天每天都写说这家素食餐厅很好吃，对吧？然后另外一家餐厅，你都是写这个话，人家也会怀疑，说哎，你这个大概是被公民记者很多人都有收钱的，你知道吗？他收人家钱，他帮他写广告的，虽然不是他自己开的，那而且都有行情的，有的要高级行情，一篇就1万块、2万块都有，那5000块、3000块也很多。我才会觉得这个就是专门在一起让部落的写手，可是他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有报道华光抗议的啊，报道王家被拆的啊，我报道这个，人家会相信你，是因为你有报道过那么多不同公益，偶尔你报道了一个这个荤食改素食，我觉得他爱护生命，保得很好，人家完全会理解，完全相信，所以这份公民记者必须要建立自己的credit，是这样的。你单独写一篇，如果没有人认识你，只看到你写这一篇，写没有记录，其实说服力不够。就是网络上其中一篇嘛，我们现在不常看到这种文章吗？哇，这篇文章我去餐厅吃饭多好吃，然后照片拍得很精美，这都是啊。可是那个都是收钱的，跟各位讲，那我拍很多张照片都拍得很精美，那都是部落格写手他去宣传。那如果你的，例如说你在脸书的粉丝团。你有1万人、2万人、10万人以上，你行情就最高，因为你粉丝才有10万人，哇，那你写的如果看到了，那他就要付你钱就付得很高。那如果你怎么样，你 nobody 他也不找你写，因为你根本没有看你的部落格。所以我说，我们不能只看一个饼，你要看你的累积的所有的事情，人家才会相信。我这样你自己写那个地址、电话，人家都不会怀疑你是做广告。就回答这个部分。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在这里，我是想那个补充一下，又是我的经验。那个我不是前一阵子常去乌兰嘛，然后就是写了蛮多条的。那个大暴龙老师就有提醒我，他就跟我讲：“啊，你写乌兰就写乌兰，你不要讲乌兰有多好啊，你就要中立的去报道，你到了乌兰看到什么东西，他那边是有什么特色，这样写就好，不要每次都讲得那么好。”对啊，那个的确之前的那个愤气在掌握上，因为我都觉得哎自己很感动，就把那个就写得很满，那个部分可能就是要调整一下，就是他荤食转素食，然后那现在素食提供怎么样，然后有什么效益之类的，这个是可以写。对，其实书里讲的就是说，我们用形容词用太多，反而会互说负面作用。对，洪老师我写得很认真，那一段整个剪掉我就知道了。我还问他你为什么剪掉，因为我们如果用很多形容词，它里面有具体的事实，所以人家觉得你就言意肤浅，跟新闻的写法。可是后来我也发觉，就是说我刚有讲说我的公民报道，然后变成是被新闻采用之后，我会去看我今天的是去到地方，或者我还写过，因为我原来写的时候我没有预期我这个会是在什么样的那个类别下面，我有一次还写成被归类到美食，对啊，那我也傻眼。然后原来这个，因为原来我们在写的时候可能不会有这种框架啦，对。然后，所以如果真的叫我就只有用新闻那个写法，我可能也写不下去。其实我说，其实不是不能写那种感性，可是我会建议说，你有事实的陈述，你再加一点感性的就好。我觉得我们不能味素加太多嘛，我说加一点点就好，提味，那其他的还是原味比较好。如果你加很多味素，然后原味就不见了，反而人家会吃的会就很口渴，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那开玩笑的时候，一些问题我先可以提出来交流。
所以是不是表示说，因为我以前写的时候就是被comment过说不要把电话地址写上去，那你现在这样讲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去把它打上去？我觉得每个个案都不一样，但是你要追求人家同意，这样子。当然对方他们是要做生意，对，他们当然是希望要放。那就没有就没有问题了。谢谢。大家对于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版就交新闻，我们是大成功，这是公民新闻。那我不知道各位在我的刚刚去诉讼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要提出来大家交流。这个是一个很好问题啊，我们当时会登啊，全文都要登。然后我跟你讲，其实，通常笨蛋是被自己笨蛋打死，因为通常他讲话如果很愚蠢，通常人家会看，你要知道网友或读者、观众都很有聪明、很有智慧的，他知道你这讲话是那个是有问题的，你把他原文讲完整的，他被笑死。所以我常常是这样，我们那种新闻会点击特别高啊，我们完整呈现他的说法。然后他就被真的是点阅超高的，他不是肯定他，是因为当作笑话在讨论。网络的世界跟报纸不大一样，你像报纸的啊，报纸如果是登在报纸上就结束了，对不对？网络不是啊，网络登出来之后才开始，他的生命才开始，这是最大不同。你收到报纸的时候已经印完了，他就说我今天印50万份，对不起，就只有50万份，我会为了这一篇新闻，明天再多印10万份给你。所以他印出来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可是网络只要登出来之后才开始，他生命才刚出生，然后就开始分享、讨论，然后一直分享，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生命周期是不同的。那网络就是他会对于这种人好，而且我觉得我们做就刚才讲的很有道理，我们支持学运好，这个立场是基本上基于我们对于社会的长期关系，可是我们还是不能违背我们新闻专业，所以专业度必须要让不同意见的这一方的说法还叫完整的呈现，而且不能去扭曲他。假设他没有这样讲，或者他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哪里去了？那还是靠我们专业。那我们的这个信心依据在哪里？我们信心专业是依据认为说读者都是聪明，都是有智慧，你不要去帮他做判断，让他自己做判断。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观点或选择评论，来影响读者。可是读者也有不接受啊。有些观点评论就像名嘴一样，夸夸其谈，可是你会被人家反着修理，有点讲的没有道理，你是强辩。所以媒体是一个说服的过程，说服过程你要立基在一个事实的陈述，你不能说我扭曲人家事实然后再来评论，这样是不公平，其实违反新闻专业。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所有政府官员的说法都会完全呈现，即使是我们不赞成的意见还是要呈现，因为不然读者人家说我都没看到这个问题就告诉我他是坏蛋，这太不公平，就他更没有审就先判，这点是我们一定会坚持的。那另外我也跟各位分享交流一下意见，因为我们社会常常出现一种观念，就是说应该要中立，就是你不能偏移媒体，要中立，不能偏移哪一个政党或等等。那这样的概念各位觉得如何？各位觉得如果是你做媒体，你的中立性是到什么程度叫中立？各位觉得中立的定义是什么？所以中立就是说你都不能有不同意见，不能有站在两方意见叫中立，就是你自己都不会有主张，这叫中立吗？有没有人认为是这样是中立？你刚刚讲的是就不是事实嘛？你看中国时报它就是有立场的嘛，什么电台就是有他的立场，所以你刚刚讲的是不存在的。是啊，事实上没有存在什么真正的中立，所以中立是说连新闻都有问题，我没有写评论我也会可能不中立。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比如说马总统他今天元旦致辞，他讲了可能2000字里面我选择其中一个重点凸显，
他讲了一些比较好笑的，把它删掉，然后我就凸显这一部分就好。我没有攻击他意思，但我凸显那个缺点。哎，这也就是不中立嘛。我有取舍，我去做了取舍，就是我不用下评论，我就有选择，这就不是中立。那你说好了，哎，我很公正，我就把全部照灯，这够公正的吧？我全部照灯，我没有，可是这失去了媒体的意义。媒体本身它是一个什么？为什么要看媒体？我们因为它帮我们做重点整理、消化、些元素，所以新闻不可能每个都原件公布的，只有重要的。总统致辞是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他重大的政策是可以，但是任何一个随便的人演讲全文都全部等那记者那读者不就完了吗？他都要从头看，所以记者还是要做筛选，去整理重点的过程。那我所谓说很难真正的重点，所以任何人都会有他选择的嗜好的地方。可能我觉得比较重视经济的这一块，我就凸显经济；可能有人比较重视两岸国际的关系，我就会把这点做重要凸显。所以总统可能讲政治、经济、两岸、文化、教育等等，可是我一定会选择一个重点做主要凸显。这时候就有选择啊，这是价值观的选择。那但是我们这样的不够中立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就没有坚持、没有专业吗？不是。所以我刚讲的，我弱显基本上是事实，呈现。要周详，我不是全面，但是要周详。就是说，他有五个重点，我不可能把每一个重点，假设一个重点一千字，那五个重点我全部都登，不会。我一个重点虽然一千字，我大概用20-30个字交代一个重点，那还是告诉你是一个精华。所以，但我让你看知道它的结构是这样子，我还是要如实的呈现它的整个结构。但我写一篇文章，恐怕就700字，我就把总统支持的重点都写了。这种是有选择过程，但是我基本上让它比较平衡。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有媒体告诉你说他是没有任何政党，没有不要说政党，就是他没有任何的见解、没有主张的，这种的媒体就是白痴的媒体。因为任何人，我们任何人，尤其做媒体的，你没有选、没有概念、没有主张的话，那真的他怎么去判断谁好、谁不好？他已经有一个核心价值。好，那我做好了，核心价值每个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来问一件事情：假设有人说我核心价值跟你不一样，你重视人权，我不重视人权，你觉得不重视人权这个可以当做核心价值吗？就他可以这样做，可是你看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进步到这里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你不尊重人权的价值，那你就是虽然你如果我可以有立场啊，可以不中立啊，可我们还是不会接受他这个说法。因为我们有立场有坚持，但是我们基本上会站在一个核心价值，这核心价值就有很多种，但是它基本上是全世界共同的，我们抓住这个共同的核心价值的时候就不会偏移到哪里。又说有人会诉求民主的价值，又说我是中国人，做我中国人的价值就是最重要的，他压迫人权，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会很危险。就像纳粹那时候，我的民族主义是压迫犹太人的人权，所以他就会有犹太人屠杀，这种的人权的价值的选择，我们就非常疑虑。所以不是说我们哦，我好像允许大家可以不同意，所以你就可以肆无忌惮，也不是。你必须要根据普世价值的核心来做你的新闻的选择判断，你这样才能说服很多人啊。又说我们对种族的不歧视，很多若黑人或者不同的少数民族，他也才会觉得接受你。会兼顾到少数民族的弱势的，这是多通常是多数媒体他们需要兼顾的，他们是根据这个来做他的价值判断。所以你说他没有主张，那太可怕了。哦，你欺负黑人，没关系，我中立，我就当作没有跟我无关，那就错误啊！你怎么会当作无关？中间的他们的价值在哪？中间是商业。